查阿鲁上一集我死掉了，后盖我日月城完了我没有保存到，什么错我都忘记了，哪都是那么细啊，我拿着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一开始我来的地方，这个东西这个钥匙，这是病人的他们的东西的房啊，那个一开始我进门那边啊，我现在下来这里我拿那个马桶，上一集那个抽马桶的水那边啊，这边抽水啊，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啊？这边过不到哪呢？这个西方的水管这边啊，有一个什么啊？那个抽专门那是清理东西的地方，那个泵站绕过去那边，给我从另外一边啊。下面全部过不到了，我要从另外一边了。现在哪里有路？看没有路，完全杀了我要冲呢，有点麻烦了，这种东西。这从哎，这边有一个符号，这个是一把钥匙的，不懂是在我一开始进门啊，一开始进门这边这个医生的房间啊，然后我刚刚拿的钥匙是在这个病人的他们的东西的房了，这个左边的这个医生的房间是那个钥匙来的，哎，这边这个钥匙啊，打不开房间应该是啊。那除非我上去，这边应该是这边过金池，应该是过金池，我猜没有人呢。过金池之后，我要下回去，因为有个地方。哦，对，开给我方便呢。在哪里啊？房间？上面而已，左转去真实世界，还要去那个我开房间那边吗？这边哦，这边是那个房来的，有怪物吗？没有怪物，给我杀得光光了，烦死人了。好像不是这边，是下面这边啊，对，下面这边开给我方便了，那边问题哦，这样我又要上回去啊，不该啊，从下面的镜子换之后，我再走换了之后再开那边的门，怎么这样麻烦呢？哎，这边过得到了，难怪那个真实世界过不到了。这个地方怎么这边过不到呢？哎，这边有个金池啊，在哪里啊？啊，就是在女厕那边啊，难怪这边。难怪怎么这边开给我了。哎，这边那个厕所你们还记得？如果上一集那个。冲那个大便桶啊，你这边呢抽下去，抽去那个哪里啊？有个地方都不在哪里啊，啊，你这边不是这边了，有两啊，这边
因为这个抽水管这边呢，它有个地方可以罩了，应该是要换去另外，然后这边一个字，Bring me my son 哦，应该是那个 boss 来的了，他应该是精神有问题呀、啊，很那个，是我要开这边先。你这边是住啊，扑街啊！难怪怎么这边开不到了，现在开到了。然后之后我要直接上去，我要去那个，去，对，这边，我一开始来这边。之后我要去哪？开看那个病人那个什么房间那边，他们那个东西的房间呢？这边有怪物，在哪里？听那个声音啊，radio 声音啊，我身上的 radio 的声音啊，这个难怪这么了。没有，我身上这个 radio 的声音啊，有事情的时候就会出这样怪怪的声音出来了，难怪了。从这边，这边可以怪物，我这边，看是不是我讲了？还有啊，你看还有两次啊，两个护士这边等我，全部。这边没有怪物，这边是我一开始来的地方，这边。哎，这边呢，医生呢？他的钥匙啊，可是掉去那个哪里哦？这边。我拿到是这个钥匙啊，在那个是哪里啊？这边有什么东西我不懂，应该是镜子啊，没猜错的话，是啊，镜子对。哦，之后我要换去真实世界，我要这么鬼啊？抽水管是吗？那个下去那边呢、啊？这边应该是没有东西了。镜子放在那边。没有东西这边，那有枪 shotgun，难怪啦，我枪还没啊，我赢了，shotgun 没有，拿这把 shotgun 要打那个 boss 啊，那个怪物来的，问题在哪里？怎么看没有？大只，你看，越来越大只，越来越大只，剩下的怪物、啊。哎、欸，我讲这只啊，等下它 boss 更大只啊，是死的，你看。这边是下那个抽水管那边，我想没有了，这边太黑了，看没有这个。摸不到，什么？哦，那个地上啊，你那个地上那个洞啊，难怪够不到了。会跳的吗你？这边死路过不去，出不去啊，去不到那里。这边应该是哦，一开始的地方。杀了，我要重玩了，真的是。好早的时候不懂什么鬼啊！这边可以过，这边去哪里？这边这边有东西拿，难怪了，有一个急救包。这边什么？这边什么都没有。手感酱苗很亮一点啊，又看得清楚。有东西，应该是拿东西放在这边。然后又去哪里？西方。
这边过不到吗？这边过不到，更加好，我过不到，全部都过不到，更加好。医生的房间应该是这边了啦，应该是下去了，拿那个，你拿这个钥匙这边呢？这边全部过不到。对了，就是那边呢。下去拿钥匙啊！那冲马桶那边呢？那个浴缸啊，那个治疗的浴缸那边呢？他讲水很烫啊。这边怎么可以进啊？是另外一边，105那边。在哪里哦？为什么这边讲好了？为什么这边？前面呢？你看哪里哦？子弹，小杆的子弹，为什么这边？什么东西？不需要什么？不需要这些什么东西啊？那个？一个盒子坏了都没有东西吗？这边什么东西都没有，这边过不到，难怪这么艰苦，那边给我过了，原来有敌人准备给我杀，这边也是过不到，应该是，这边死路全部。下楼梯的这边应该是没有路过了，这边很强的走廊，这边去哪里我都忘记了，应该是过不到的，全部这边，对，过不到，有这边过得到，这边去哪里，我这边，哦，这边是那个，这边有什么，哦，这边真实世界过不到的，这边封信这边，警察，哦，那个警察物质是那个阿丽莎是吗？好像是，那个是阿丽莎的，我没有猜错。When I arrive at the Alyssa home, Alyssa 的 house 嘛，那个词 had rained miss Alyssa. We're tending to the child.你射到底是谁来的？那是叫父亲是吗？好像是，什么事？这样奇怪，很乱的故事啊！一开始玩到现在，到现在还不明白玩什么鬼啊！这游戏，这边没有东西哦，一封信罢了。这边应该是过不到这边的。下面还有，这边应该是过不到了。是啊，只是一封信罢了。要去到最底层了，第一，那是在下地道那边是吗？好像是最底层的上面。上面不要管它，先我下去拿那个钥匙。这边过，这边啊，对，这边拿钥匙的地方哎。因为它的真实的是，这边不要跟我讲可以禁止啊，这边，没事啊，这边禁止啊。哦，
这样子我方便了，这边这边有锤子全部都有，这问我什么东西嘞？风镜先不要紧，我去拿钥匙，拿钥匙走，换回真实世界。这边过到吗？这边过不到，我这边半边过不到了。啊，对，这边半边过不到的，我就是讲这么讲的那东西。你这边有子弹啊，这边啊，微微啊，在哪里啊？哎，有个东西这边，有那边东西有没有拿到？不该啊，浪费啊，转过去拿。先去拿钥匙先，我冲那个马桶那边，什么鬼我看没有啊？是一个隐形的怪物，我一直指啊，你看到地上那个，那不懂是一个灯笼的怪物还是什么？好像是。电响是吗？好像是。这边有什么？这边什么都没有，全部锁住，应该是这边有。你这边有个抽水管的啊？它真实世界还那个有那个铁挡住，我要不到，所以要换来这边应该是。啊，那开了，哎，我都讲了。拿钥匙，这个是什么房间呢？这个什么钥匙？这个这个是马奇夫，这个马奇夫是拿钥匙哦。这个房间呢？可是我一开始来那边是吗？看那边啊，你看哪里哦？有难遥控啊，那个角度啊，有怪物啊，在哪里？看没有吗？盔甲这样吗？这个怪物我碰什么怪物？这个很硬的纸，你看，看到吗？啊，像盔甲这样的，你看他身上也碰什么东西，到现在不明白什么怪物的纸，看没有的嘛，这是很像一个灯笼这样的样子。看一下那边过得到吗？那边应该是过得到，这边呢过不到，更加我过不到那边。如果这边过不到，应该全部都过不到啊那边。对呀、啊，整边都过不到那边。这边都疯了，这边是疯了，然后这边也是疯了，一边疯了，这边全部都过不到啊这边。更加好，不用烦。这是对面的，你这边的门开不到的，我记得。啊，是啊，对面的。我讲了，这边一定是禁止的房间了，不然怎么开不到了？这边前尾是过不到的，这边只有半边过得到，这样我上回去了。那个钥匙是哪里的钥匙？怎么响没有啊？这边没有东西吗？这边没有东西啊。是一楼嘛？问题是，
那边全部都够不到这边。第二楼也要死没这边。男女病房，这边，哦对，第二楼，那这边呢，图书馆的前面那了，忘记好扯，忘记怎么玩那游戏了，有些解密游戏还记得了，哎呦。第一集的 Silent Hill 啊，它的差别跟这个游戏的差别是什么？比较难玩啊，它的因为它没有武器，就是单单给你跑罢了。然后一大堆解密游戏啊，那种也很醒玩那个游戏啊。啊，对这边。所以我就没有玩的，完全没有去拍那个，因为之前我有玩过，很险啊。所以那是很恐怖，那套游戏真的很恐怖啊！哇，这解密游戏很险，不好玩啊，很险，全部是解密啊，太多了啊，解密啊。450现在，这是编不了。这边可是那个雨神呢，要死了，没有猜错的话。有必要卡嘞？每次出动画的时候都卡的要死。要换掉，要换灯才可以的。Oh, he was a bad boy. Always had this. I tried to pretend he wasn't, but they were there to make sure I didn't forget. 忘记？ The people in the mirrors. They see it all. 哦，这个镜子啊。What's really going on? And it was their idea? Yes. 怎么那个镜子那边有那个号码的？ They saw the devil inside of him. 09。I had to kill him. My responsibility.还是一个笑的样子。I brought him into this world, so I had to take him out of it. 很像是笑的样子，你看他镜子那边。Bad sons, they say. I know you think what I did was wrong. I just want to understand. 明白。Helen. No. 哦，这是他的老婆。这不是，是医生。I can leave whenever I want. 哇，靠近就跑了。I can step through that mirror and into their world. This world is just a daydream. 哦，难怪他变怪物了。When will they bring me my boy? 他的儿子应该是疯掉了。啊，那个钥匙就是别人的，没错，打 boss 钥匙。没有。是钥匙，蹦在哪里啊？你有理由的吗？这边在哪里啊？哎呦，这边这样好了，有劲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理由了吗？怎么这边我没有来过这样的吗？枕边没有来过，啥都有。啥都听不到，看不到东西啊，全部都过不到这边。这应该是对的路了，我没有猜错。这边也是疯掉。所以这边中间的女病房是进不到的。对了，这应该是我没有来过。这下面呢？这边，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上到来有全个楼梯。
没有放镜子这边呢，看楼梯这边又有，又可以开的。真的很，应该是进不到，那个男人都是进不到。先去看那边先了，才能下楼梯。对了，过不到呢，这边过不到，破完了的路啊，破完了，过不到了那里，剩楼梯罢了。对了。这边全部都过不到，男的全部过不到的。boss 是女孩子来的，那个 boss。第二楼，这边应该是过不到，也是对呀、啊，过不到。第二楼这边过不到，全部都过不到的这边。那边楼梯话也是过不到的，这边像有东西这样的，有个子弹，不是子弹，那边这个像子弹这样。这边应该是下面的是吗？是啊，那边在哪里哟、哦？就看没有，就听到声音。到，所以半边的路应该是过不到这边，中间这边也是过不到，应该是的。小猪啊，猪鬼这边杀了，这边过到吗？这边过得到，这边应该是东西这边。是要禁止的哦。楼梯那边还有一撮呢，我不要先过禁止。我有一撮很多路没有过了，就会过禁止怎么？前面过不到，更加好过不到。从这边这边去哪里？我这边，这边应该是拿东西啊。对了，哎，这边一撮子弹呢，我讲啊。吓死我！看不到的吗？这边不是拿东西了，没有记错的话。要靠边边去看得到他们的，很难看啊，那敌人啊！真的很多路走回那边，那边是金齿，将那边记者就摸那边。有方便走是吗？好像是。这边去哪里了？这边应该是打 boss 方向是吗？好像是。这个应该是男人那边啊。是啊，男人那边。你过得到啊？不该。有。我敌人讲那边有故事。超多次了，哇，靠，又够多，可以清不到，更加好，更多门清不到，减少的时间。这边什么玩意？这边，哦，保存。要有蚕哦，蚕啊！这个解密游戏我忘记哦。哎呀，那个文件在医生的房间，这么好像是这边是那个钥匙啊。
久没有拿到，我在哪里啊？藏自己啊，先保存先。记得有一个文件呢，这边啊，对，这边，对，这边，这边讲有个那个刚刚那个我跟你讲的木偶啊，这边要拆啊，要看他吃什么药是吗？刚刚是第一有拿刀的第一，这边呢他的药。什么颜色？这个又是那个剃刀，这边什么都没有写，这边有写什么呗？文件应该是在外面啊，文件在外面是吗？好像是在哪里啊？文件看没有的文件在哪？那文件这边是吗？那文件找到了，找到了，对对对，啊，对这个。红色、蓝色、黄色、青色、蓝色、红、蓝、黄、青、蓝、红、蓝、黄，锁住了。那张1、2、3、1、3、5啊，房间可以进，2跟3都进不到了。这边还有个刀，这边这个是长刀，这个很黑，什么都看没有。这边还有个东西，什么东西啊？香水，精神有问题，全部这边。应该是进不到了。对，你这边有铁链的那边。第5可以进。问题我不会看，有时弄对，有时弄错的药啊，我忘记了。这个应该是神经问题，你吃了这么多东西，啥的？没吃过的食物啊，味道很臭。要我要乱拆哦，怎样分呢？一个爱吃，一个爱美，瘦啊，那瘦的，你看到吗？大吃啊，所以这个是吃大吃那个、啊。问题我要怎么分呢？这个是香，这个爱美的香水啊，这个自杀。至少这个整粉有3层了，我看到一次的文件。红蓝、黄、青蓝，不要搞砸，记得药是给病人的，给病人而已。红蓝、黄、青蓝。试试看，红蓝黄青蓝，红蓝黄青哦，青在最尾，青蓝。有没？没有啊，有没？不会粉呢，怎么粉的东西啊？破盖也惨哟，不记得了，这东西怎么弄啊？第一天呢？刚刚我就是要看那间房间呢、啊。
又看到一次了，傻的！越玩越严，越来越难玩了，解谜游戏。第一圈可以进第二圈呢？第二圈是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红色，这个被热烫到什么？然后这个呢？什么问题？我想没有这个香水，这个我想没有到现在。红色，第一间，第二个应该是红色，这个自杀。刀片这边应该是红色，也是这个，红色，红色，有什么这边？这边也是红色，没有，这边红色吗？这边？什么东西？这个还有枪，在外面被热气应该是着火死掉啊，没有错，应该是红色这个。之后这个，这个是爱美啊，这个因为有香水这边。太久是什么颜色？问题是？黄色那个，不知道啊，有乱的解谜游戏啊。这个呢，这个锁住可以紧。蓝色咩？没有理由嘛，这个。这个是20啊，这个。不然这么，你看它是。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一大堆没吃的食物啊，看起来味道很糟糕啊。他瘦得很开，你有一个木偶瘦得开够力哦，没有吃东西啊，一大堆食物这边浪费又死。这个是艾米的，艾米应该是黄色吧？你看他身上的衣服的颜色，这个黄色。这是青色、黄色、黄色这个，他身上衣服是黄色的，你看。然后这应该是着火死掉，红色。想没有了其他的。哦，这个杀人出血出来是红色是吗？我们再试试看了。然后这个20，这个20怎么讲呢？这个20我想没有嘞，变收之后怎么分呢？乱猜哟，忘记了。这个字，这个拿这个弄什么东西？应该是铁门那个东西是吗？好像是，不是哦？哎呦，很惨啊，真的。这是黄色的，这个像青色的，青色没这么青色。想没有着呢。
两粒红色，这个哦，杀人出血，出血是红色，然后这个被烧了之后，看到身上里面的肉是吗？就是红色，然后这个我分不出了，这个青色，我们再试看先了，也不对，想没有着呢。全部都不对呀、啊，真的是。不是也是，哪一个才是哦？对呀、啊，有咋弄的东西？这个是变态呀、啊，这个我想没有，对不？然后这个也是应该是自杀死掉，跟这个一样啊，着火出血出来是吗？那这个应该是跟衣服的颜色，我没有猜错。不是啊。诶，刚刚来的可以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要到，我没有注意到的，刚刚你们有看到吗？解得我要死的呢！我要下回楼梯啊，买吗？又要下回楼梯了，真的麻烦。一个东西起了整个钟，这边呢？这边去哪里？这边，这边可是过不到这边，更加好过不到，要换镜子，现在。切到嘛这边，切不到更加好，不用烦。我应该是从下面来的，对，下面有镜子，之后我要去开那个医生的办公室，一开始那边，难怪这边给我开给我方便啊这边。回来一点路更好看了。哎，这个黑风信，Simon 一个男的小孩，是那个刚刚那女孩子讲的儿子是吗？好像是，是啊，女病房五，就是那个。这个女孩子啊，是 boss 的那个，注意锁病房的门呢、啊。问题他都讲了嘛，他可以通过那个镜子，通过那个镜子过门了哈、啊，他更。吓死人的声音！它可以通过镜子吗？问题是怎样什么呢？这边可以动这边，这边又可以上，这边去哪里？这边这么像躲路啊？对呀、啊，对面的这个，我一开始来的地方这边，哟，这边有怪物啊这边。有怪物啊！这不是我一开始的地方吗？
这边不是我一开始的地方吗？怎么有怪物那边？开灯看不到他的，气的游戏。有两只啊？不是吧？两只，那边惨哦！一开始有敌人那边，对呀、啊，那边哎，那个有一个符号，那个、啊、眼睛的符号的钥匙啊，红色的，在哪里啊？一把钥匙在哪里？我不见了了吗？金池妹妹有理由吗？那边要换金池来拿是吗？你你你那个钥匙啊，这个钥匙啊，打 boss 好像是 Helen Grady 这么有营业了？我不记得有营业了那边。冷清，看看情况，要见他儿子啊！这么不要让他见儿子，这样奇怪。他原本好好的，这么什么原因，这么不要给他见儿子？想没有啊，现在应该是换镜子啊，打 boss 在上面，可以上，可以上去换魔底是。打上面应该有镜子上面。换了，这边换之后再走去追尾这边，很远呢。你这边围围一个金池那边，压力啊，打那个。小段的磁弹是吗？没有炸到磁弹这边，粉这边有怪物那边，吓死了，死掉这边吓死人了。这边上去打 boss 这边，在女的病房。这边就过不到，我要从另外一边过，够远呢。来到了这里了，麻烦要捞钱呢。这边金子这边不能换了金子之后，我要压那个门啊，放个钥匙，麻烦了真的。被有打 boss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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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次那个啊，你，你那护士这边呢 ？Lisa， Lisa， you're here too. Can you see all this stuff? Is it all dark for you too? 之后我就去吸烟了。之后 ，It's so sad. They can't do anything for her.She just sits there. She wants her boy so badly. Who are you talking about? Is the girl inside? Alessa? Is Alessa in there? No. No! You know who's in there! 你讲了吗？怎么知道是谁啊？就是那个女的了。惨了，你进去啊，你只有一条命了吗？桌子，你知道吗？看到这什么？这什么来着？
小叶子拿刀，看不清楚那什么图画，那个本都很奇怪的画，什么怪物小孩吗？这个看起来很奇怪，魔鬼是吗？艺术啊，这些孩子画的嘛，看起来很像假。这个有的保存了没有看到？他讲的是第五天是吗？好像是。对，第五天了。那小孩子难道是他？没有理由杀自己吗？好吗？杀自己，妹妹有理由吗 ？Daddy said you were dead. 杀自己啊 ？Are you dead? I'm not dead. Locked away. 变怪物啊 ！Tired out of mind, not dead. I asked them to bring my boy to me. 啊，这个是他妈妈。Come here, boy. 我完全忘记，我没有印象，忘记。太久没有见到他疯掉了是吗？他妈妈，有，不清楚，关灯再看。难怪啦，他妈妈来的，我没有印象了。有刀，有刀，有刀，身上有刀。到了，到了，看看，这样靠近我，慢慢出到了，看到什么？好硬，是真的。小妹，这个是他妈妈，我没有印象啊，玩了这么久了。哦，原来那个小孩子是哈来的，难怪了，那个护士讲，又多一片了。哎呦，哪了又？哇、哦，超长的分析。What's happening here? That thing, it couldn't have been. Are you making this happen? Mama, I do. I'm sorry. Are you doing this? Hey, you lied. Wait. No. Don't go. Go away. I need to know. You're sleeping.